苗族小镇。今天这里刚好有赶集，很多人都背着箩筐来赶集。这两个奶奶正在挑布鞋，这个奶奶在挑葡萄，先试一下看好不好吃。这个奶奶好像给多了钱。这个摊位应该是算命的。这边还有一个街头理发馆。哇，这里还有个看牙的地方。这个是卖筒子的，这个筒子好大呀。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？可以装水啊，装谷子啊，洗澡啊。洗澡吗？这个大叔买了个桶，扛回去也挺不容易的。这里有卖新鲜活鱼的，老板，你就卖这一条鱼呀？卖完了，只剩下一条。哦，都卖完了呀。这里有卖小鸡的，哇塞，老板，这个鸡是吃的还是宠物呀？什么鸡啊？是鸭子。哦，这是鸭子呀。哦，这个摊位是卖各种中药材的，上面还有纸条写了各种药材的用途。这个可以治疗肾结石。这里有一个蒜摊，卖的都是包好的大蒜。这个是卖姜的，旁边还模拟了这个泥土的环境。这个小男孩在妈妈背上睡着了。四点多就起来了。四点多就起来了？为了赶集吗？啊，就是。这是一个苗服店。挺好的。现在已经上午11点多了，还有这么多人。这个奶奶的箩筐已经装满了，她还在继续买。你也想来逛逛吗？